欢迎回到现场。我们现在易化，你因为是帮人家解决一个事情，救回一条命，才从事这个行业啊？我因为我们家是祖传的，那其实我从小到大，我一直都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，但其实我并不是很想学。那我常这几年不是很流行打工度假吗？我常常说我大概是最年轻去日本打工度假的童工了，因为我那时候大概12岁、13岁的时候，就是国中一年级，然后那时候暑假，我妈说你要不要去日本玩，因为她日本有很多客户。我说当然要啊，她说那你要工作啊，你来当助理。他开始教我一些东西，教我在，因为那个时代没有电脑，所以你只要排任何的命盘，要看什么东西，你都必须手写。然后他就说，我教你，你先把这个东西排出来，到时候我就直接看，我不用再花时间在排命盘。他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教我。那我是为了去玩，好，所以去打这个工，就当这个助理。嗯。然后，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就学，学到那个时候，但是我还是一直不想从事这个行业。到大学的时候，因为其实你知道这些年也学了一些东西，然后到大学的时候，当然就大家开始玩钱先叠先一些有的没有，然后什么占卜啊，然后测字啊，然后那些我都多多少少都会了一点，然后大家都很喜欢找我问事情。那个时候就我有一个男同学，他其实他跟他女朋友就分分合很多次，然后就那一次他就说找我聊天，就是刚好下课了，然后他迟到，然后他说我们下一堂课不要让我妈知道我翘课我们下一堂课不要上，我真的今天心情很不好。然后就找我出去，我们就在学校旁边，我们就是在吃饭的地方就聊了一下。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起个，我到底要不要跟这个女生真的彻彻底底的分手。他真的是受不了这个女孩子，真的觉得每天就是三天一大吵，五天一小吵。然后我说好了，那我们来起个卦好了。然后就再起个卦，我说这个卦象我看起来现在你们两个还是分不了，但是我的卦象里面我看到是血光之灾。然后你们昨天是吵成怎么样？他说没有啊，吵完他就没有回去了。他说那现在因为他宿舍就在学校附近，我念辅大嘛，就在学校附近。然后就我说那我们中午要不赶快回去一下，因为第四堂课没关系，就赶快回去一下。结果回去他租屋是顶楼加盖，顶楼加盖，然后他的门被从他们两个是住在一起的，然后他的门被从里面反锁，他也进不去。然后他就觉得不太对，然后按铃都没有人，但是被反锁啊。我们就开始绕着那个外面一圈开始找地方，因为那时候年纪轻不敢报警，然后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然后最后还好那个房东是一个比较懒惰的房东，他的冷气并没有封死，冷气是那种窗型的，就是直接可以从那个洞把它拉下来。我说你那个这边好像个洞，他把那个冷气从那个洞这样推下去之后，他从那个洞翻进去，满地都是血，他的女朋友在里面割腕，然后就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割的满地都是，然后床单都是。我说整个盆啊，可是怎么会那么多血？我就是大概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血在地上床上的这样子经验。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我就说，那赶快就找人来帮忙。那时候叫119，不敢，真的不敢，年纪太轻真的不敢。然后就叫同学来，然后开车直接赶快把他送去医院急诊室。然后因为还好，其实后来那个医生说割完其实他会出血很多没有错，可是他没有割到真的很要紧的那个地方，他出血量还算少。那会那么多血可能是因为他怕是乱是手乱挥嘛，然后割了乱七八糟好几刀，然后就是伤口比较多，但是没有说很大出血这样子。然后因为他是喝酒，所以他是昏迷在那里，就是醉酒又割完这样，然后所以就是有把他救回来。那医生有说这个其实他的失血是慢慢在流，但是如果拖久了也是危险。你有看到血光之灾就是劈出来就是血光之灾嘛。然后我想说所以我问他们是不是两个打架。对，我想说可能因为他们其实以前有那种打架男生脸上有抓痕的，我说那你可能昨天又被那个，他说没有，他昨天真的很气愤就甩门就走了。然后就跟他讲了一条人命。对，然后所以就这样可以分手了吧。那天之后他们好像又拖了一年多才分手。对，然后因为有时候女生用以死要挟，以死要挟把男生推一个圆，对，所以那个男生到那个时候就他不敢在那个当下跟他分手，但是那个时候加强了他跟他分开的一个意念。然后
而且那个时候大家看到这种状况，也劝他说这件事情你要慢慢的和平的处理，那你不要太刺激人家。嗯，那因为可能我后来就觉得那女生可能精神上她不是很有安全感，所以一直把所有的情绪所有的感情寄托在这个男生身上。嗯，那因为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发现，哎，我好像就帮到他救了一个人的一个命哈。然后所以在大学毕业之后，我就正式的磕头拜门，磕头入门拜师。嗯，那我们这一行你本来读什么？我读服装设计。服装设计，嗯，很好啊，干嘛那么心虚的样子？然后不务正业啦，他衣服好看啊，很好看啊，完全不务正业。然后，因为我们虽然是组团的，辅大服装设计很厉害的，是很多男生要追求的对象。就每天穿得漂漂亮，打扮得漂亮，对，也不知道干嘛。那你这样子，你这样子在交男朋友婚嫁上面，会不会对方会害怕，会有压力？我先生是我的小学的学长。哦。嗯，啊，他知道你会算，他知道，嗯，对，所以问你讲，啊，你算看卖咱两个下呗，我讲我把这搞掉，对，然后所以就是因为我们这一行必须一直而教，把就晒成这样，没有，主要是我们老师介绍的啦，啊，对，我们老师介绍，好，等一下还有故事吧，哈，对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小学学好，有些事情啊，其实就是怪怪的哈。那有些事情就让人毛骨悚然。好，川玉，咱的七星山嘛无盖管，但是咱听发生过代志。你讲象山，你讲七星山。七星山，你讲七星山。我们讲七星山的代志。七星山无盖管，嗯，象山更象山更古老。对对对。啊，你象山都模型啊？啊，象山哦，嗯。是这样子，他这是发生在之前一个案例哈，对，他是有一个老先生七十几岁啊，七十几岁，他的脚哈，他的脚受伤哦，而且他有糖尿病哦，他所以说他是有点行动不方便，嗯，然后他那一天就跟他家人讲说，我要去象山散步，因为你得锻炼，象山刷卡你，啊，一共一边像一个抓带着他的那个狗，然后去散步，结果到晚上没有回来，哇，他家人就很着急啊，因为就。去象山你啊，啊就跟去找，跟去那里啊，啊个就哇找不到，他们就报警，就开始搜救队，他开始找，啊找，连续又开始大规模，因为他知道他的脚有受伤不方便，所以说他们在猜测说他不太可能走太远的距离，或者是走到难走的那种山径上，所以说他们一个范围就在这个象山这个区域在那搜索，嗯，可是找了好几天找不到，一直都找不到，就到了第四天的时候，找到了他那条狗，在一个步道附近发现他的狗，那个狗就坐在那边守在他的那个老先生的一个鞋子，嗯，啊就一直守在那边，啊老先生呢不见了，没找到，剩下鞋子，对，剩下鞋子而已，结果他们就他家人一听到说，哎，搜救队警察跟他讲说，哎呦，找到你们的狗，他们赶快去看，然后去看的时候，啊，可是那个鞋子，对，那只狗就很忠心，就守在那个鞋子那边，然后他们就把狗再带回去嘛。他虽然他家人看到狗一直哭啊，就说啊，那爷爷去哪里了、啊？怎样的？可是狗也不会讲话、啊，不知道啊。啊，结果后来就把狗带回去。那搜救队还是一样继续找，因为他既然有找到狗了嘛，表示说他有可能就在附近，还有鞋子啊，对，还有他的一只鞋子，那就开始又继续在他这个找到这个狗的附近哦，又开始在搜索，可是还是找不到，嗯，一直到了第八天，这时候那个搜救队他们在这个，因为这同样的路径啊，象山其实不挂。哎呀，无话大了，十几年都是安尼尔。哎呀，就是安尼，就是找无啊。啊，而且他们重复走来走去哦，他们每次这个地方搜有过，你知道那搜救队都会结一个那个标志嘛，打一个标志，表示说这个地方已经找过了。嗯，有的地方已经绑了五六个了，表示说这个来来回回已经走很多遍了。结果有一个其中一个队员，他就说奇怪。就跟另外一个讲说，哎，你看这个树上面哦，有个雨伞，嗯，打开哦，还打开着，然后卡在那里哦。他说，这个雨伞哦，这几天哦，每次经过的时候都觉得毛毛的，然后怎么会有一只黑色雨伞，然后挂在那个树上那边？然后他来看嘛，对，他就说每次走过去就觉得怪怪，他说我们去把它拿下来。啊，因为那个要上去不容易嘛，哈，那就他们就去弄那个梯子啊，然后弄绳索去把那个雨伞拿下，嗯，没想到就把雨伞。一拿下来的时候，哇，看到那个老先生了，
吊在树上。没有，那老先生既然在另外那一边的树上挂在那边，另外那一边就是另外远远的地方。嗯，因为他们走，其实他们往下面是看不到的，看不到，就被那个雨伞遮住。嗯，结果他们把雨伞取下来之后，就找到老先生尸体啊。对，那老先生一个，结果现在就是吊在那树上。对，他就怎么爬上去的？就是现在就是说很诡异的是说，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那老先生怎么爬上去树上？他不是不好，对，他是受伤哦。嗯，那个一般人脚没问题的人都爬不上去了，更何况他是个有受伤、脚有受伤的一个老先生，七十几岁了。对，然后现在虽然要找到他，可是他已经往生了。嗯，那现在就是说奇怪的是，他到底是怎么上去的？他不太可能是自己爬上去的，因为他爬不上去的。嗯，啊，所以说这个是发生在象山哦，就非常离奇的一个。有一种人家讲说哦，所谓的魔形，那就是让你进入一种所谓的空间，那那空间也许对老先生来讲，那不是树上，那是爬两个阶梯而已。他有个幻影啊，幻影让你这样子的情况，不然你没有办法解释他怎么上去的。对，真的。太离奇了，因为你看他是，而且是个七十几的行动不便的老先生。嗯嗯，啊，就是说查不出任何的原因，说他怎么上去那个地方，而且讲起来哪里山窟，过里树啊顶看到是乌河山，佮拍开的，你就感觉很毛了。对，那你不会觉得很怪吗？啊，也是不知道那个雨伞怎么来的。啊，因为在搜救队在搜索的时候，在那几天之后就有看过那个雨伞。所以对老先生来讲，搞不好他看到的，他进入那个空间幻境，看到的是一个阶梯，然后他雨伞打开，他的感觉是把打开的雨伞坑头卡你啊，你知不？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这样才能解释啊，不然怎么解释？可是那个雨伞哦，第一个不是老先生的，哎呦，是谁的？对，所以是这样，那个雨伞也不是老先生带去的哦，而且那个雨伞跟老先生又有一段距离哦。啊。嗯，那所以说那个雨伞为什么会摆在那边？嗯，而且那个雨伞到底是象山？哎，象山来往的人就追呢。被说，某些人应该惊吧？据说了，啊，据说以前哈，哦，象山那个地方哈，哦，最早的时候是个在日据时代哈，哦，是个刑场，附近有个刑场，然后还有一个屠宰场杀猪的。嗯，啊，所以说好像有很多的怨灵跟那个什么。猪啊什么的冤火的，你们好认真，新一计划去挖鬼子，你们不在。所以你的判断是一切模型来看你，这个就很难解释，他到底为什么会啊？西天的树啊，对，就在树上，恐怖啊！所以这一直找不到答案。啊，因为西天你一卡位挖瓜，嗯，也有一段距离哦，很大的一段距离，对，还是有一段距离，嗯，奇怪哦，一般象山写狼就追呢，你还没。没有被发现，来来去去很多人，啊，很多人每天有多少人爬象山？对，那么多人在爬山，然后他而且他走到那个不是在步道哦，他为什么会去往一个茂密的那个林区走？嗯，那真的是怎么样的？啊，以挑起的时阵有凶魂啊，上面有？嗯，没有，就是，都没有，对，这就没有，就所以这个才是诡异的地方。好奇怪，来，我们先休息一会儿。被推点电挑的，他被点。